刘畊宏热度下降后，他与王婉菲户外共享下午茶，与好友举铁秀肌肉。刘畊宏在微博分享了与妻子王婉菲一起在户外共享下午茶的照片，以及与好友一起在院子里举铁的照片。刘畊宏还发文督促大家，男孩女孩们变美了，变瘦了，体力好了，一定要去大自然中耍起来哦。看来刘畊宏的心态很好，没有因为热度下降而焦虑。六月份以来，刘畊宏的粉丝增量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。刘畊宏之所以能火，是因为四月份和五月份上海的疫情太严重了，所有人都只能在家里，而刘畊宏也正好在上海，所以他吸引了几乎全上海的网友看他直播，后来慢慢发展到全国的人开始看他健身。刘畊宏的直播间同时观看人数最高达到400万，他的账号甚至实现一天涨粉1000万的数据。